全台疫情严峻，台北市之前还爆发有敬老院群聚感染事件，如今又再传出是设置在新北市的街友中途之家，同样也爆发了群聚感染。根据统计，入住街友当中还有49名的住民染疫，其中有2个人状况比较严重，分别送医治疗，1个人已经康复出院，不过另外1人却不幸心肺功能衰竭死亡。北市疫情进入高原期，皆有确诊状况。今年统计，中正区染疫13人，万华12人，加上大同区1人，总计26人确诊。但收容皆有的中途之家之前却爆出群聚感染。根据了解，里头住民一共49人确诊，虽然大多数都是轻症或无症状，却还是有2人送医治疗，其中1人康复，却有1人不幸心肺功能衰竭死亡。这就是跟之前很多的机构都是一样的，每个机构很多都有群聚感染，那大部分现在全部都解裂了，都已经没事了。北市5月中才爆发敬老院超过100位长辈染疫，更因为照护量能吃紧，只能召回确诊的护理人员和照护员抱病上班。社福机构如何避免大规模感染也成为话题。在地化如果有状况的话，就是会处理，所以这个案子已经很久了。对，的确像我们很多老人机构也有这样的状况，目前都安置得很好。幸亏最终中途之家的疫情已经控制，北市府不敢大意，只希望赶紧度过这波最严峻时刻。接着，周中林台报道。